我需要的是这场官司输赢并不重要。你他是不是人？你干什么？离我远点，听到没有？我告诉过你很多次了。江女士，请问案发当天您有看到被害人是如何坠楼的吗？应该是被王浩推下楼的。请直接回答我，你看到我的当事人把被害人推下楼了吗？没有。 案件发生之后，你都做了些什么？我跑到楼下告诉大家不要靠近保护案发现场。保安，快封锁现场！喂，110吗？血有口红，我有。你怎么知道要保护现场，还知道要给尸体描边呢？因为我就是学法律的。 而且我已经通过了司法考试。我看过你的简历，政法大学本硕连读，司法考试成绩第一。聪明是好事，但是千万不要自作聪明。作为一名检察官，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照相机师的脑子。当检察官是我一辈子的梦想，我一定可以当检察官的。